甲亢会引起血压高吗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谢玄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。可以呀，甲亢呢可以引起的收缩压增高，舒张压可能会偏低一点，它对血压是有影响的。当然了，原来在高血压的基础上，现在合并了甲亢，这种血压可能会影响多一些，需要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这个降压药。但是呢，就是说由于甲亢因素引起来的高血压呢，随着甲亢的好转控制会逐渐的减轻和消失。如果呢长期的甲亢的话，如果不再治疗的话呢，会出现甲亢性心脏病。心率增快还不算是，它可以发生心律失常、心脏增大啊、心功能不全，由于甲亢而引起来的，长期的甲亢没有控制而引起来的，就叫甲亢性心脏病。